风之谷啊，英雄联盟都永远都在啊，神魔之塔也是。最近也没什么新游戏玩吧，无聊就去练风谷啊，练一练，练一练，没事之后就去 AIA 嘛，对不对？总是这个样子啊。我的喵啥小啦！2009年到2024年。魔物猎人，天使传奇是什么？玩都没玩过。龙之谷，玩过哪款？没玩过几款 ？CSO、风之谷、英雄联盟、暗黑破坏神，我也有玩。英雄联盟。个创世神，神魔之塔，进击的巨人推出一，干也有上过榜，好屌啊！幻想神域不错玩，神魔之塔也太强了吧！神魔之塔是现在还是很猛啊。七骑士，七骑士，七骑士，斗阵特工，我靠，原是这是什么东东？救世者之术是什么游戏？阴阳师又是什么手游哦？英雄联盟每次十月的时候都会浮起来，十月或十一月打世界赛的时候浮起来，然后过了又往下，然后二月、三月、四月、五月又有那个 MSI 有没有？又往上，五六月 MSI 又往上，然后到九月、十月世界赛来又。再往上，然后之后十一月、十二月又往下。主播可以看异象吗？给你闻都没问题。动物声友会。今天会去夹夹乐吗？我在想哎，不然今天那么多人开台，感觉好无聊啊！我《仙境传说》这么屌，最后的克劳迪亚，元神启动，元神启动，我最喜欢玩元神了。RO 一上线就很多人，我很冲哎、欸！尼基不知道有没有兄弟姐妹？暗黑破坏神是在台湾大概只红两个月，咒术回战五条悟死了。风之谷永远都在、欸，风之谷啊，英雄联盟都永远都在啊，神魔之塔也是，这三款是常青树，从好久好久以前就有的，这三款是最古老的，原神后来出现也没有再跌下去过了。款游戏，风谷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又火起来，最主要是他那个吧，六转吧，然后最近也没什么新游戏玩吧，无
聊就去练风骨啊，练一练，练一练，没事之后就去 AIA 嘛，对不对？总是这个样子啊。咸粉测验，剪辑跑跑连喷中，阿贤怎么那么爱生气的是谁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为什么这零分？告白这题不算分哦。陈少林剪辑中没有出现脏话，为下列何者？爱生气干你屁事、欸！爱生气，应该是靠背吧？操！怎么爱生气？干你娘嘞！陪你玩就不错了，靠背！爱生气干你屁事啊！干你娘，你玩饱、哦？应该是操没错。这一定是 AK。各位同学，不好意思中，画面中同学水平何种颜色？哈？谁知道啊？谁要复习？应该是这个吧？因为那个应该是，如果有颜色，应该是太和工坊的。我想一下哦，还是不是太和工坊？谁知道啊？隐藏事件中，女主角是哪位实况主出的大题？打过下列何种比赛？干，这他妈送分题耶！操！第二位呢，是我们 NTR 的吴冠贤。没有打过下列哪一种比赛？香香配百丽。好，第一配百丽，兔年配可啦，四个都有，屁红干啦！冠贤生日是下列哪一天？这一定有人不知道。今天，不是今天。第一次露营为民国几年？哇，民国几？现在113。看民国几年啊？108还是110啊？哎、欸，好像是108哎、欸。我退伍那么久了，不知道。下列何者非冠贤 MOD？大学之间是谁抓到了冠贤？抓到你了，冠贤吗？看你这题目用的很烂，这几个好歹来几个会误导人家的吧？剪辑车头灯安装在桌上的斗内是什么？应该是好像是干妈呢吧？干妈呢？干你啊！你娘的，有多亮有多亮，超级白！喵杀小喇中冠贤游玩的地图，垃圾。曾经与什么帮宣战？骑士帮。最爱的时候因为下列何种？剪辑你那天生日爸爸其实穿什么衣服？蓝色吧。生日是下列哪一天？只错一题。耶！要这样骗大家？不知道、啊、你们又知道是哪一天呢？我让你们猜猜到底是哪一天才是真的生日哦、喔。